畲族主要分布在什么地方？畲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，主要分布在我国福建、浙江、江西、广东、贵州、安徽、湖南等地。畲族又自称山哈，山哈是指山里的客人，这与他们的居住环境、迁徙历史有关。畲族原分布在闽、粤、赣三省结合部，元明清时期从原住地陆续迁徙到闽东、浙南、赣东、皖东南等地。农耕和狩猎是畲族早期的生产特点。早在公元七世纪，畲族先民就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开辟了闽、粤、赣三省交界的山区，但由于耕作粗放，生产力水平低下，农作物产量很低，加上长期居住在深山老林、野兽出没之地，所以狩猎经济一直比较发达。